越是高贵，味道就越甜美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无所归依，不如就在这里落脚。打剑魔特意拿鳄鱼，我练练英雄。 随便玩一玩。心智不全的人才会仰赖规矩。全军出击。这英雄负E负 Q 啊！哎呦，这 E 技能14秒 ，W 技能13秒 ，Q 技能10秒。 他可能在草丛里边，这都不一定啊。牧人没有阳气，城门后有一根棍子的蠢货。 点烟确实是一个厉害的东西，哼，这个点烟我操，哎呀！不过也没事，传送就这点好，虽然被杀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 这是一群有趣的兄弟，有趣啊，真有趣！凯旋救命了吧！ 救命了吧！你看看，我的命都是凯旋给的，我决定一直带点带凯旋。
马上我六。来支援一波，天尊家瓦，他有点盐，小心点啊，回家了。他也就靠着点盐跟我打了。我们只要可以不死就可以了。斩断他们冰冷且垂危的铁腕。其实这个剑魔打成这样就已经崩了，他带个点盐完事儿，越我的塔还让我双杀了，你知道吧？不过这英雄蓝确实有点不够用啊。应该没有大招了，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 W 起手？算了，我也不太会玩这英雄，我也不跟他打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。我也无所谓了，这复役复抠啊，复役吧，咱就慢慢的耗他。
蓝好不够用啊，这蓝太不够用了。而且我带的那饼干都拿去了，我进入饼干，我抬眼的是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为什么不追？他也没技能，他咋追呀？ 单杀这波不亏，哎呀！我应该偷个凯眼大好了，我应该把他大给他偷过来，偷凯眼大继续拖，好像没啥用啊，继续拖他干啥呀？ 就硬拖呗，这村边稍微也有点费劲。 一开始我问塞拉斯的那个W技能打小兵回不回血，跟我说回血，回个屁，我血都没动。再见。 拜拜，我也不跟你打，我也不跟你打，我也让你也没有机会，你也甭想着杀我，你也杀不了。我吸血我都不吸，我不吸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吸血，我一点机会我也不给你。 反正俺们家优势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的，我就一直跑。刚才有的兄弟可能说是，哎呀，反打呀！关键我也不会玩，我不知道他伤害多少，我也没玩过，我这第一把。 第一把，这是你见过玩过塞拉斯吗？没见过吧？你有的哥们可能是玩过塞拉斯，对吧？那知道这怎么玩？哎呀，伤害可还行啊，或者咋咋地的，咱也没玩过呀，你说，这不难为人呢吗？既然这剑魔非得想找我机会，我们就不给他机会，这把不就赢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坑队友，非得要干？ 那干死了你是咋整？一会儿剑魔变成爹了，那多难处理，这就没必要了。
我来了，兄弟们！老偷建模的大招好像没啥太大的用处。队友大优势，对，你就不让他杀就行了。其实，其他的都无所谓了。这要正常，整个猴这建模指定是崩了。咱不是为了练练英雄吗？玩两把。我想偷个露露的大招，为什么这么难偷啊？这你就有点辜负我了，我说实话，这波我下来给你套个大，你都没打过，你也太废物了，你这517是假的呀，我这一瞅啊，你也不行事儿啊。来个法穿骸吧，好像这英雄出法穿骸还可以啊。下件装备我们做个沙漏。72秒一个。跑的可是挺快呀、啊！我那个链儿怎么回事？怎么飞了呢？反向链儿。浪费了一个闪现，哎，不也行吗？无所谓了。这王八这么幼吗？这王八，这有峡谷先锋创塔呀，兄弟们啊！剑魔马上活了，咱先撤了啊！死哥肯定是必死，现在谁回头谁就死，明白吗？我们只要不回头，我们就不会死。走，打小龙。不过这英雄虽然我们凯旋救了我们一命，但确实应该点气定神闲，因为蓝实在是不够用。想偷一波龙没偷掉，
们要再这样玩下去啊，我估计这样让你们玩输了，这要好好玩游戏啊。当然这个输赢跟我们也没啥关系，他们乐意输就输，乐意赢就赢吧，我都无所谓。反正这优势他们自己打的，乐赢不赢吧。走，打大龙去。没有人看见撞墙吗？没有。这链儿怎么能没链到人呢？耶，为什么我大招没钻进去啊？很奇怪呀、啊。大龙体验卡一枚。耶，萨鲁塔没掉呢，兄弟。我有一种感觉啊、哦、可能要翻盘了，因为你看现在的装备啊，对面的 ADC 的装备也挺好的啊，也不是很好，但是刚才他收了几个人头应该差不多，现在王八呢也没啥用了，塞纳呢虚区也不够了，梦魇等级也低了，我们也没啥用了，死哥呢也让人风筝了，我感觉够呛了，反正带了波节奏，又我带节奏了，行，优势都他们打的，节奏都我带的，队友一死都赖我啊，都赖我。他们有任何手段，我都能对付。我有传送，兄弟们。立功，连我的沙漏都卡住了。